閉五呼，然後把氣吐出火，全身動作。如果大家已經掌握咗頭部同埋後肢嘅動作，而家加身體部位嘅呼吸，好似關節痛、頭暈等，咁就可以嘗試其他動作啦。首先，我哋企起身，將腳向右伸到，呼吸鼻骨，上身先向右傾，再向前傾，放鬆腰部。呢度呢度。咦？咦？哇！吐啊，吐太，系咯，差唔多啊。吐叻噶，比哥呢？快，过来。